咱们内部的一些进展工作就是计划各方面，包括咱们的这个完成的任务咱们所需要各个地区的，包括各个省份的各个自治区的这些骨干，咱们的计划包括上报的这些内容咱们是已经说到这里然后大家是大胆的去干按自己的方式，包括所需要的一些资金我们大力支持，好吧？咱们就把这个机密工作，咱们就说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扯点别的。这个始于作为，忠于无耻这是严复也就是严复是严格的严，复出的复包括清朝的这个所写的这个《天演论》各方面对清朝末年这个清朝必亡的所做的这个所总结的这些经验就是说明他们的始于作为，忠于无耻，这几八个字同样适用于中共。包括就是跟日本人打8年抗战，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伪的，几乎真的东西这仅占1%或者2%也就是说98%的党的历史，98%都是假的，包括你在国内所教育的这些历史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假的，忠于无耻，也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表现出来了。他们有多无耻，老百姓现在在股市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吧？大家应该是能够比较明确的包括在股市上也好，包括在银行上也好，还有房地产也好等等地方上的这些债务上也好，基本上已经看到他们的这个真面目魔鬼的真面目。然后是咱们的灭共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取得了非常大进展。一个是在军队内部包括海军、陆军、空军等等一系列领导包括我们初次谈到的这些谈到了包括我们在谈了很多都互相比较现在基本上已经一个初步的了解取得了初步的这个信任。并达到了灭共的这个共识建立的，并建立了新中华联邦的愿景所以说我们是还是一直在正在有计划的是进展当中，包括合作的那些内容包括未来的这个目标重体重要的是谈到的这个实现的全民免费医疗、免费养老问题，这是。在全球整个好多国家，唯独中国拿医疗来挣钱包括各地的不断的什么扩展医院各方面的，一个国内现在目前状况是医无德，食无品现在这种状况所以说什么呢？改变这种现状的，对不对？就是你不断的就是现在的包括国内什么扩大医院各方面，人越来越多，说明你的医疗水平各方面根本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完全是在收割老百姓，对吧？有一句话叫"宁肯架上药生尘，但愿人间人无病"这是在胡雪岩的这个，胡雪岩的这个胡庆余堂这个卖药的一些宗旨，所以说这个目前现在这种医疗系统，包括现在的医院的人员爆满，医院建得越大。住房，这个住院部建得越大，人满为患，这是什么原因？一个是国内的食品，样样不合格，还有是添加剂超标，包括药品，滥用，等等，让孩子包括普通百姓上产生了很多的这种毒素，包括这种什么汞中毒什么铝超标等等，产生一些各种的癌症的爆发现象，也就是共产党的这种体制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共产党的体制在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括法律蔑视法律法律共产在法律面前共产党说了算所以说造成了以黑治国、以警治国，造成了各种制度的腐败造成了现在这种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这种反现象，污染等等，
啊，所以说我们首先的第一个目标，必须实现全民的免费医疗和免费养老问题，急于迫切解决全民的这种目前的这种状况，啊，包括打的这种新冠疫苗，对吧？包括钟南山啊这种，啊，这个是为老不尊啊，做中共的走狗啊，欺骗百姓，愚弄百姓，对吧？所以说，实现农民和城市职工一样享有。第二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谈的是实现农民和城市职工一样享有退休和退休工资的待遇，在全世界的所有的农民，在种了一辈子，在农民这么多年，包括种地也好，种地种各方面，产值一直在共产党的这个宏观调控的范围之内，啊，农民工打工辛苦钱，啊，一辈子养老没有，对吧？包括退休工资没有，所以说不能把农民工当成二等公民，是吧？所以说农民工也是跟城市职工一样享有退休的这种待遇，也有养老工，也有养老金，啊，所以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对吧？所以你城市职工没有农民的这种饭吃，同样也活不下去。所以说享有同样的待遇，农民也有退休工资，啊，这是急于迫切实现的这种，啊，这种农民就是矛盾啊，迫切的所需要解决的一个现象啊。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领导财产公开化，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其他党派的审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必须要实现这些东西，让老百姓心理平衡，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党员在各个党派也好有所畏惧，在有所畏惧的情况下，相信上帝的情况下，他才敢做好事儿啊！如果一个人的权力过于强大啊，在金钱、权力更大的情况下，都会走上人性，按照人性的弱点，都会有丑恶的一面。啊，所以说，不悖于当人性的弱点，在任何人面前啊，都会有可能啊出现问题。所以说，在这块必须要接受监督，在接受监督的同时，也就做对法律有所畏惧所以说有所做，有所能做，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的话，才能在正常的一个系统下不断的延缓下去。这是最主要的东西啊。首先，跟党内的一些，包括党政军、党就是海陆空啊，就是包括咱们的军队领导，也不断的认同，包括现在这种啊问题，任何以党员包括这几个家族的所有财产，我们必须全部没收，海外的资产全部都被没收。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你的，包括这个江泽民家族也好，等等等，啊，包括什么朱镕基家族也好，你们在海外的所有资产，我们会全部没收。啊，并拿来为新中华联邦，啊，为我们啊以后所取得这个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包括现在所有老百姓所有的贷款买的房，全部啊一笔勾销，房子就是你的，房子、车贷、房贷全部都是你的，啊，并赦免监狱中大部分的这种啊，包括这个。罪犯，啊，全部公开，全部解放，包括政府，啊，包括党员所犯的错误，啊，就是你们党的内，共产党内部的也全部啊，解放，也就是说什么，重新来过，在共产党那个时候所犯的错根本就不叫错啊，所以说重新来过，这是我们的计划，这是我们这段时间取得的一些进展啊，因为这是在灭工的工作啊，取得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啊好的这个消息啊，但是也有坏的消息，但是好消息大于坏消息，坏消息我们默默的啊，先不吭声啊，先不把话说出来啊，等到1月份咱们再看这些坏消息会变成好消息，好吧？然后那个国内的这个，咱们108个暗杀小组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啊。总的来说呢，我们就是以
人为本啊，以和为贵啊。如果你要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信仰啊，包括与人民作对啊，对吧，就是把百姓当鱼肉啊，视百姓为猪狗啊，百姓的器官让你随便来弄啊，钱随便让你来折腾啊，家里有家产万贯啊，是吧，贪污大肆，对百姓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对不起啊，这辈子你已经到头了，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后代。我把话给你撂在这个地方，我说到做到啊。如果是有哪些党员敢顶风的，你觉得你很牛逼啊，你觉得你有枪，你觉得你后背有人，咱们就试试看，你看看我咱们的能力厉害还是你的能力厉害。我跟你说，我只要你在中国活着，我们去渗透完了以后，包括你在哪个地方娱乐，你在哪个地方开销，你在跟人和人接触，我们都有记录，好吧。事情咱们常丑话说在前面，给你生还的机会，给你家人在海外也好，国内也好，好的环境，我们不管那么多。但什么呢，如果一旦你不听我们的啊，一旦还在为共产党啊黑恶势力做事，我们就不管不了那么多了，好吧。你要是觉得能活他妈几百年，你就跟我们做着对干。我把话说在前面，你觉得你的孩子能活几百年，你就跟我们做着对干。话说在前面啊，你觉得你一句话能叫来一万或者叫几个军，你就说对着干啊，叫来几个兵或者叫来几个打手也好，什么城管也好，能叫几十个几百个都可以，对着干，咱们就试试看，你的命就到头了啊。记着，我们不玩虚的，我直接要你的命，不是说哎呦我打打你吓唬吓唬你，好家伙让你弄你点钱得了，不会的，一招让你全家全部做致命，我不玩第二次，只要你给我玩虚的，你没有我玩的别的，没有第二次。话我就说到这里啊，有做对的，有敢试试看的，咱们就试试看啊。在干掉你之前，我会了解你全部的资产，全部的家人状况，还有在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状况，我都会不全部渗透啊。这个丑话我说在前面，至于你觉得我们实力不行，你就拿生命试试看啊。接下来后边有顶峰作案干的，未来几个月之内会让你们死得很惨，不信咱们就等着瞧啊。但是大部分党员还是好的啊，这次取得的非常大的进展，什么，大部分党员对生命的珍惜，对家人生命的珍惜和对自己的安全很在乎啊，坦白的非常彻底啊，是不是，人至将死其言也善，对吧，话说的很明，事儿办得非常妥当啊。命我先饶你，钱我们就全收了啊。战绩一个月不到，战绩上次的40亿，这次缴获共为小金库60亿人民币，美金5600万，英镑1680万，欧元623万，这些全部用作我们灭共基金。在国内灭共基金需要加入中共灭共队伍的，我们会毫不容软的，咱们就是以奖罚分明方式分发到百姓手中，包括特殊困难的啊，为我们做出特殊贡献的，给予大量基金奖励啊。这是我们初步的这个战果，未来以后会有更多的战果啊，希望大家呢能够不断的支持啊灭共队伍啊，能够进入新中华联邦之国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真正的以改变以黑治国以警治国这种现象，改变说大话做假证，不能走清朝前面的这种，包括共产党的这种目前这种状况的这种毙灭的这种现象。
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其他党派的审查，公开自己的财产，这是我们首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党内一部分人也想改变的，知道共产党这个绞肉机体制的这种状况。啊，今天呢，给大家就扯那么多啊，该发的视频咱们就在群里发，不该发的是我们机密的，接下来好吧。最后，灭共是正义的必须，天快亮了，大家锻炼好身体，一切都已经开始。好，不耽误大家睡觉了，不耽误大家这个休眠时间，就到这里，再见。